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台机器，你们不能不知道。它根本就是 air fryer 空气烤箱界的神。空气烤箱可以炸东西，很正常哦。但是大佬，它可以蒸东西啊！我真是没有想到，空气烤箱是可以拿来蒸东西的。蒸东西那个不是叫做蒸蒸蒸蒸？妹妹，我竟然单凭一己之力在拉扎大找到这个神仙，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。10.5 liter 全白色。有 screen， 外形就跟阿温没有什么分别，可以烤，可以烘，可以蒸。神仙蒸汽烤箱，本箱这台很硬很特别的蒸汽烤箱是替进家的，是我在拉扎达找到的哦。跟我上一次哦挖到了另外一个宝，就是可以在家 BBQ 没有油烟的那一台烤串机，是同一家出品。我感觉替进是在挑战花钱的极限。它的外形哦，其实就跟阿温很像啊，就是这样子打开的。嘟嘟，哦，还有灯哦。不是，玻璃呢就是透明防烫玻璃，你可以直接看到食物在煮，然后慢慢变熟的那个疗愈感觉，然后你手去磨，就算煮的时候其实也不会烫。全白色，10.5 liter， 打开里面哦。这边可以放到整只鸡，然后这边就有一个 LCD screen， 还有三种模式，这四格就是炸的模式，这四格就是蒸的模式，这四格就是蒸跟炸 together 的模式。其实很简单啦，也就那几个 button 吧。主角在这边，背后有一个水箱，就是它让一个普通的 air fryer 变成一个不普通的蒸汽烤箱。这边可以放1 liter 的食用水哦，就是当你一按了蒸的模式之后，它就会变成蒸汽，然后蒸熟那些食物。听说20秒就可以出大蒸汽，就不用像平时我们蒸东西这样，你还要等水滚等很久。底部这边还有一个储水盒，就是拿来兜住哦，蒸东西时候排出了多余水分，如果肮脏了可以直接拿去洗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就要去实测煮东西了，但是在开始之前，这一台就是替进家出的史无前例，是我看过最大的空气烤箱，18 liter， 开玩笑，真的很大。18 liter 有几大？对比一下，10.5 liter， 18 liter， 10.5 liter。18 liter， 你就知道它有几大了咯。如果你家里面是很多人的话，你们可以考虑这台，真的很实用。OK， 测试开始。昨天我已经去 NSK 买好要煮的东西了啦。等下我们要测试的就是三种模式，第一个就是空气炸，第二就是蒸，第三就是炸跟蒸 together， 也就是烤箱功能啊。一空气炸，其实一开始我没有要 demo 这 part 的，因为空气炸你们都懂吗？你们六牛不会吧？就是不放一滴油，你就丢下去就直接可以炸了。介绍你们一款很好吃的东西，就是低卡性包谷，在小红书上面找到的，好处就是吃了好像没有吃这样子。首先我们先把面包烤到它脆脆为止。哎，这个炉很大耶，可以放四口面包。空气炸的模式嘛，我们就按空气炸，然后5分钟就好了，然后200度。它这个其实很容易明白，就是温度，这个是时间。开灯，就开灯。哎，你看一下长怎么样？飞呀飞呀，我的脚风。火就是空气炸，灯就是开了灯。真的吗？怎么真的吗？OK， 然后现在切杏鲍菇，再拍多几次空气炸锅，我直接做 chef 了。Cold fucking nonsense。你要看我炸这的时候，其实我手去磨，温温这样子吧，烫咯，但是一点都不烫。其实我觉得是温温吧，就是说小朋友你就算跑去磨刀也不会烫伤那种啊。然后我发现它里面那台面包被吹起来一点点，因为它用了这个 3D 热风循环技术，就是那个热风哦是360度这样子一直去烤它，它出来的食物就很 balance。看我的面包够不够脆，很美哦。听到声音吗？怎么要丢进来纸袋呢？因为我要压碎它。不要密封啊，留一个洞啊，不然会爆掉，是不是？是。身为一个科技博主，你礼貌吗？我们就要用一个科技产品去打碎它。Oh come on！ 真正的面包糠。哎，现在我们要调味这个杏鲍菇，然后我们就调这个烧烤料。西服嚟啊，呢？这个才是最好吃的原因。哎，均匀了，现在我们就沾上单一面包糠。耶、OK， 我们已经铺好了，现在我们就送进去180度12分钟。好了，我们的杏鲍菇来了，好期待！哇，你们看看，嘟嘟嘟嘟，很脆，很脆，很脆，不懂好不好吃吧？
个毛骨会爆炸哦。就有没有像炸鸡？我觉得小红薯骗我没有。但是它就是杏鲍菇。第二功能蒸，那这个重头戏啊 ，kick 来了啊，因为它名字叫做蒸汽烤箱。现在我们要来 test 的就是它蒸的这个功能。而且招菜有500年的历史，从清朝皇帝到现在2022年的00后都很喜欢吃的，就是蒸水蛋，豪华版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蒸水蛋有没有要教程啊？蒸水蛋，蒸水蛋不蒸水蛋，那还要教的吗？越简单的食物越难做的好吃，因为那个海鲜要嫩，那个鸡蛋要滑，我妈咪都很难做得好，我跟你讲。不要倒这样多，因为我的虾很大个哎，这是很夸张，很夸张，这很夸张，这个下去应该是很甜了，哦，美耶 ，Happy Family， 海鲜蒸蛋，果然是豪华版的蒸水蛋啊，真的海鲜蒸蛋，这个下去。完成了，各位，我的豪华版海鲜蒸水蛋，我的宝贝要进去啊！这是今天的重头戏，这边有一个蒸水蛋的模式，就是你直接按这边，然后你要蒸水蛋的话，它就直接帮你 set 好了，26分钟，100度，这是它 recommend 的。OK， 我们 go。20秒都不到哦。它蒸汽出来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水蒸汽出来了，看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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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水蒸汽已经满到我看不到我蛋浆了。所以如果不够水的话呢，它这边会亮灯提示你去加水的。它这边上面有一个东西可以直接打开，然后就直接加水进去。其实它是够用一个钟的啦。好了，哇，豪华！看我的豪华老虎虾蒸蛋。现在我们就加一个82年的酱油提一下味道。嫩的，这是嫩的，它那个单面100度，26分钟是刚刚好啊。老虎虾蒸蛋真的很好吃，很甜，非常甜，我没有放糖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吃，哦，很嫩的这个虾，现在已经是嫩嫩的，刚刚好，不会过老。第三，蒸炸二合一，这个功能呢，就是当你要炸食物的时候，会有蒸汽出现，包着那个食物，然后让你食物有水分的去炸，也就是烤箱功能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，可想很久都没有明白，但是聪明的我，直接快很准准备了两个大鸡腿，噔噔，一个我们就用这一台的蒸炸模式来炸，另外一个。18L的超大烤箱，我们去炸它，然后看一下它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分别。进去吧。那我们现在是蒸炸模式啊，就是第三格这边，我们按一下。OK， 因为我们是鸡嘛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按鸡的 default 模式，它已经有变变了的，190度，然后它是10分钟，然后这个是190度，然后这个是10分钟 ，OK。我就在想，它100度5分钟到底是怎么办到？因为一个鸡不可能这个时间就熟了的嘛。原来它是100度5分钟是蒸，蒸完了之后，它现在变成190度10分钟是炸，它就是先蒸后炸这样子去处理这个鸡。很聪明耶，190度10分钟。去190，然后加10分钟。它这边开始已经没有雾气了，因为它现在开始是用空气炸去处理。这个从头到尾都没有水蒸气，因为它一直都是在炸。这个怎样看都是很 juicy， 这个怎样看都是很干柴，很夸张哎，那个差别太大了。看它灯笼虾在冒汁，那你看这里的灯笼虾在干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先开这个18L的这个普通烤箱。其实它已经很美啊，它整个就是金黄色这样子，然后那个菜有一点点焦焦。这一台的话，它已经重复蒸炸两次了的，哇，真的有差哎、欸哦！这个是比较焦黑一点的，你看这个是真的是真正的黄金色，然后很明显可以看它是有汁的，你看差很远，这个根本就是很juicy 样子，然后这个。可能它因为空气炸，然后我两个都没有放油嘛，所以它稍微会有一点点干。哇，然后里面软到完了，
龙虾皮有一小小的焦焦脆脆的感觉，到这个稍微比较干一点。哎，这个就稍微有口感一点，就是你可以。哎，现在我们看一下是18L的炸鸡，还是很 juicy 啊！你看我一切，它就流汁出来了。嗯，它其实本来就已经很 juicy 了，它只是外表比较焦黑一点，蒸炸模式出来的炸鸡，嚯、哦！看到那个水吗？哇、哦！哦，看到那个汁吗？能喏，哇！你看，你看我按。这个真的很嫩，是真的。我们吃它的皮哦，它的皮，因为它可能有蒸过，所以它的皮不是咔嚓咔嚓咔嚓的那种。嗯，这个就很明显，有点脆脆这样啊，脆跟硬之间啊。听到吗？这是18L的这个空气烤箱，它炸出来的鸡呢，它就是比较有嚼劲的，比较脆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用蒸炸模式出来啊，它整体再用一个字来形容吧，就是嫩。反正它这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嫩，很 juicy 很 juicy 很 tender 这样子。哎，总结就是这台神级蒸汽烤箱买吧，它从烘烤、煎炸到蒸水蛋到蒸海鲜，全部都能够做到，因为它完全一个人可以 handle 到完。就这一台蒸汽烤箱到底多少钱呢？现在有 promotion， 729块就买到了。那刚才讲的那个18L的超大空气烤箱就是379，前面50个人买的话就直接送你一个智能电饭煲，而且 Lazada 跟 Shopee 都有这个 promotion。记得这个 promotion 是从7月6号到7月11号不了，过了这个日期哦，它就会变回原价了。之前有人买过他们家的 BBQ 机哦，基本上就是今天下单。第二天就已经收到了，而且还有包邮啦，然后还有 warranty 一年。至于他们家其他的产品呢，在77活动期间也是有很多 discount 啦，最低的是有半价。得空的话呢，可以常常去他们家 Lazada 跟 Shopee 逛逛，搞不好就挖到宝了。尤其是 Lazada 常常有 flash sales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喜欢这影片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